儿子，有事靠我。闭嘴！人带上。带走。走走走，你们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！听到我说话没有？走走走走走，快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啊！你干嘛来了？我经过，看个热闹。有什么热闹可看的？要是再敢跟这帮人不清不楚的，替你爹教训你。喂，你别替我爹教训我，你替我哥教训我呗。啊，滚！这以前没这毛病啊，你别什么心脏出问题了啊！心脏要出了问题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你没事啊，你得去医院好好查一查。当警察的，你心脏怎么出问题呢？要是没有问题，你平时就多跑跑步，你多锻炼，干点啥？你不能你就这么晃荡着。这也被打了。好，平安归来。